双双快快，哎，龙儿里个龙，里个龙儿里个龙，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几人聪明，几人呆，哎，哎，龙儿里个龙，里个龙儿里个龙，说说笑笑，吵吵闹闹，恩恩怨怨，啥叫聪明，啥叫爱华。哦，甜吗？甜，你吃吗？不吃啊，我去上课了。上课？嗯。你学什么呀？学公鸡叫。好。啊咦！我爸又教你学口技了。不是你爸教的，是那个，文化馆的老师教的，是张武给找的。张武？嗯。他又想干什么呀？让你学什么呀？我怎么看你越来越漂亮呀？漂亮什么呀？我现在看你们女的都特漂亮。哎，张文，你是不是想搞对象了啊？嗯，啊不是，你想不想呀？我现在呀，什么都不想，我就想出国。我想，我想，我就想你。想我？嗯。想我干什么呀？哎，你是不是总想我小时候让你吃屎的那件事儿？你恨不恨我？不恨，当时也不恨。你忘了，当时吃完屎之后，我就背着你，咱们就玩骑马打仗了。你呀，好了好了，以后啊，别胡思乱想了啊。那你要是出国，那就必须跟张武吹吗？吹？我从来就没跟他好过。哎，你别听别人胡说八道啊。那没好过，你为什么抽他一个大嘴巴？打他，活该！谁让他胡说八道来着？哎，后来他又说什么了？他没说什么，就捂着腮帮子说。我好像明白了，什么？明白。哎，张武来了，你先回去吧，我找他有点事。张武，你先回去，我找他有点事儿。那你们再别打架了。不会的，你走吧。要是打起来，我跟你一伙，因为小时候咱俩老是一伙。好，你走吧。别打了。回去吧。哎，我等你半天了。等我？干嘛呀？我想找你谈谈。找我谈谈？
我又不会鸟语，找我谈什么呀？千般万语怎么了？又不是什么缺点，这是本事。老文说，你根本别招我，我现在是人见人烦，我巴不得去死去。那你去死啊！别去，我还得去美国喝喜酒呢。张武，你心里就这么恨我？我心里啊，我心里还能装得下你吗？啊，你看看，哎，你看你现在啊。我们以前是好朋友，为什么以后就不能成为朋友呢？干嘛弄成现在这样？笑话，天方夜谭啊。你听说过一个外国的阔太太和一个中国的土混混成为好朋友的故事啊？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丢人？我怎么丢你人了？难道我就不能追求自己的理想吗？啊，去啊，你去啊，没人拦着你。我有理想，你知道我现在理想是什么吗？挣钱，玩命挣钱，挣足了咱也找个漂亮妞给她送出国去。走，花。哎，不过有个括号啊，绝对不是售货员出去留学让人当笑话。哎，我让出去啊就是花钱去享受啊，买洋楼，豪华的洋楼，烧了烧，买好车，奔驰宝马砸了，然后呢开个自选商场，白人黑人穷人富人只要是人随便拿。你在美国等着看新闻吧。张武，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怎么着，我看错你了吗？我告你，你他妈告诉那华莱士，从今以后没他这朋友。进屋进屋进屋。没打起来，睡吧，我明天还起早呢。啊，丁，我说我刚才躺着一会儿，你说咋这么硌得慌？你枕头底下放这些干啥？妈，小点声，别吵，别吵，别吵。哎呦，妈，你，哎呀，你小点声。我跟你说，别跟别人说我看这些书，知道不？哎呦喂，那看书不是好事吗？那有啥见不得人的呀？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反正啊，你就别说就行了啊。快睡吧，挺累的。我明天还要提早走呢啊！哎，走错门了吧？没有啊，这不是17号吗？你找谁呀？哦，我找个人。这不废话吗？我问你找谁？我找大篮子。你要正经人呢就别偷偷摸摸的。怎么偷偷摸摸的？我这不是看您老人家睡着了怕吵醒了您吗？这话说的，谁睡觉了？我这眯瞪着呢。得，那您眯瞪着吧。我还走这儿，您琢磨。我说这咸的吃多了是怎么着？没有啊。
没有干嘛今天学咽喉叫唤的吗？哎，你输棋了，拿我撒什么气？谁输了？这叫输啊？这不是没下完呢吗？这输赢得下完了以后才能说呢。啊，哎，这棋您还不叫输啊？这棋您要能给翻过来，您成神仙了。您翻，您翻，来，没法下了我，就这么乱，我没法下了我。强子，咱们爷俩真算和了。哎呦，您倒想和呢，谁跟您和呀？不服，不服是不是？服不服啊？不服，咱们明天再战。小贼，明儿非让你服了不成。哎，干嘛还明天呀？刚才您这盘不是输了吗？知道吗？这叫输啊。那这叫什么呀？这叫输啊。那您说这叫什么？这只能说是暂时处于劣势而已。嘿呦，你可真有的说。你别跟我这演戏，这都小孩玩的玩意儿，谁还看不出来呀、啊？顶多再走三步，你滚死！谁死啊？谁死啊？你才死呢！这算我说错了，说错了。哎呀，运气不大啊，应该说是进入了绝境。这你满意了吗？你这更损！什么叫绝境啊？什么叫绝境啊？就是准死，没救了。哎呦喂！您瞧我这嘴，哪壶不开我提哪壶。是啊，这上了年纪的人呢、啊、就忌讳这个，越离八宝山近呢、啊、他越忌讳这个，是不是这么理儿？怎么了？我怎么了？我又哪说错了？哎，我说你是真傻你是假傻呀、啊、哎，你有那么说话的吗？我又哪说错了？这个不是，你说，你说我离爸爸生还多远吧？我还有多日子？哎呦喂，您瞧，你说话这俩人不带的，说是不是？这怎么话说就是、哎哎？你这嘴还这么损呢、啊？你、哎、看，你别忘了，58年你是因为什么被打成了右派？说有这么一个人儿。实在是邪门儿，这他妈哪像老板？谁他妈一打杂的？这他妈要累死我了！这他妈的，哎呦喂！那姑奶奶。到那儿吧，别干了。心疼我，不让我干了。那你要是不干，这些活总得有人干呢。这些活本来应该就是伙计们干的。我要不是成天有业务缠着，这点活算啥呀？看见没，理财胡同那家回话了，他家那个老花瓶肯定是要卖了。好。哎、啊，不是，你刚才说啥来着？啊，我没说啥。其实啊，我早就替你想好了，赶快把小姑娘叫来，这些活你就不用干了。谁给他开工资啊？当然是老板给伙计开工资了。我就你这一个伙计就够呛了，咱就找个打零工的。再说了，这些活也确实需要人呢。咱这买卖又不是什么百货商场，要那么多人干嘛？干嘛？远的不说，就说咱们收上来那个多宝格吧，你让谁拉了？我托那胡三去拉去了。那一趟缴费多少钱啊？30啊。那不就结了？你要是找个能干粗活的伙计，你随便支吧他一声，还不得乖乖给你拉呀？
这样下来能省多少钱啊？咱也不总有这活呀。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我正准备把老旧木器这项业务开展起来。这话怎么说的？我又得每个月多出去300。300哪成啊？你至少也得400。我说一个下岗工人每个月的生活费才200，一个外地小木匠啊。那你要是自己愿意干，这些钱就省下了。我不是这意思，咱们这不商量吗？是吧？我不是怕钱多，是怕给少了，不是？你看，他是你老乡，给少了，你的面子不好看。再说这是体力活，我怕人也不愿意干。这用我去说，他要是来了，你少阴阳怪气的就行了。他人老实，木工手艺又好。以后呢，咱们开展旧木家具这项业务也用得着他。再说了，让他住到店里，还能给你值个夜班啥的。你看我盘算的咋样啊？哼。你都盘算好了，还问我干嘛？那我今天下午就叫他过来吧。行了行了，赶回家做饭去啊！干嘛你不在家做饭，让我回去做？真是，来福的整天也吃不上一顿热乎饭菜，今儿做顿好吃的。哟，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啊！少废话，买斤猪头肉啊，再给我弄瓶二锅头，啊！又喝。这我这下午还得干力气活呢，我打多点气儿行吗？谁的活啊？反正不是自个儿的。王志远，让我给拉一锅饱嗝去。那行，交给你了啊。嗯。哎，我说，嗯，这行情你别记错了啊，大的便宜，小的贵，尤其是放光芒的最值钱了。你少啰嗦，他们老子练摊儿时候，你还大爷地上搂猪草呢，还。哎，把那扇子递给我，晒死个人。哎，看好了啊，三儿，我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今天我得说你几句。你瞧着你打鹅容易吗？甭说啊，您什么都甭说，我这心里跟明镜似的，我什么不明白？我按说呢，我是真不该这么对，可是您说您看我混的这副模样，我这一想里心里就搓火。哼，听见没有？我这不是仙儿跳吗？这不是连旧上海滩黑帮玩的把戏都给我使上了，我心里能没气吗？你说不是啊，人家仙人跳了，哎，你帮不住啊，你要帮助了呢，能有今天这事啊？哼，哎，嗯，买回来了。啥呀？哎，你让我去，你自己倒忘了。你没看我正忙着的吗？这是给我伯母，还有咱小木匠买的饭，烧麦。不够啊，这一盒4两呢，不够熬点粥，待会儿给他们溜溜饭啊。我跟你说实话，我对我亲妈都没那么孝顺过。哦，今儿个他们又奔哪儿玩去了？去一个园，植物园，香山那边去了。
不去苏杭二州了吧？嗯，我意思啊，差不多得了，你妈也该回去了吧？要是能回去，她还不来呢。又怎么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家里那边的事儿了吗？现在南方那边正逼着要钱呢。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是都社会主义了，又不是旧社会，黄世仁要是还不上钱，我妈真的回不去了，除非我跟她回去。你回去就是往火坑里跳，告他去啊。告谁去啊？人家有权有势的，你告了有啥用啊？那得那个多少钱？咋也得再凑够了五千。五千是吧？嗯。哥帮你凑。真的？儿啊，把咱那佛头拿出来，摆上，摆上。干啥呀？卖了它。你不是要用它憋宝吗？标20000啊，能卖出去算你福气。拿钱，赶紧让你妈走人。都什么年头了，还有像你这么吃饭的吗？不会在屋里吃，非得跑门口吃的？甭给我支假招子，我怎么吃舒服怎么吃，怎么吃痛快怎么吃，哼，我活了就这份地位。听你说听见讲了，跟猪似的，这胡同口都听得见。我可以少说两句好不好？他妈一天到晚管我人够多的了，我吃个饭都不让我吃痛快了。饮食文化，饮食文化，这吃啊，也是种文化呢。嗯，哼，那都吃饱了没事撑的。跟着玩深沉的，那要粮票吃棒面那会儿，怎么没人提饮食文化呀？大蛾子，哎，再给我煮一碗，过凉点啊！知道了。你这是火化石啊？啊？怎么吃那么些呀？这都是留在我身上的历史的余韵。在建中队那会儿啊，当壮工把胃给撑大了。那你现在是什么人呢？什么人？嗯，我现在从事的是文化生意，好歹我也是一文化人啊，是吧？你要是文化人呢，那我就孔圣人了。我说您可真敢往大了看啊，咱们多少年的邻居了，谁不知道谁呀？哼，要真是填表的话，您未必还赶得上我呢。我好歹我也是初中啊，您大概横是连扫盲班都没毕业。可我在曲艺团啊，搞创作。想当初，你爸爸说的那些段子，都是我写完了交给他的。啊，不信你问了。我爸都死了，我问谁去？哼，
那您说我都信，我信我信。我就因为你爸爸当初那嘴啊太贫，我就不愿意往深里教他、嗯，要不然你也不会成了今天这个样。都说呀，啊，您骂人不吐胡，今儿我才算是领教了。哎，咱俩这聊着呢，回来了。来，咱胡同长奔驰回来了。哎，不疼啊，哥哥，我是等您的啊。玩了趟丰台啊，这腿啊跟灌了铅似的。哎呦，还真有点儿钻吧劲儿的。嗯，是那长腿还是那短腿啊？哎，我说你小子说话怎么会不招人待见啊？是不是找我跟你玩德和乐呢？你那小子就是嘴欠。哼，我们哥俩谁跟谁呀、啊？都是一个槐树园长大的发小，不是吗？是不是？那小子不光嘴欠，他哪儿都欠。他要是不欠呀、啊，怎么没费劲儿就当上爸爸了？嘿，我怎么说话、啊？你这是啊？你看。你是骂我呢啊？哎，不当我跟你说，我可没把你家孩子往井里扔啊！你刚才不是也骂我了吗？我也没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啊！啊，这不是没事逗闷子吗？你说是不是？咱们呀、啊，是不能把谁家孩子扔井里去，对吧？您说呢？咱也不能把谁家孩子扔井里去，对不对？对不对啊？都让你说了。哎，何老兄，一会儿借我奔驰用用啊。奔驰啊？啊，不借。你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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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说说他真往心里去还。嗯，我他妈这辆车呀，都快成你的了，骑起来又不知道小心在意，你骑一回我就得修一回，我们一家三口子，还指着他吃饭呢。你以为谁他妈愿意出一身臭汗累个贼死是骑你辆破车呀？要不是您那侄子和您那弟妹指着我挣点外快凑的饭辙骑你那破车，哎，谁要愿意骑你辆破车，哎，谁都他妈是孙子。哎，咱们当了秃头。嗯，哎哎，当着穆大爷面咱把话说清楚了，是你跟我借呀，还是我求着你用啊？啊，咱说明白了。哎，吴长黑啊，甭跟他一般见识。我这不是跟他逗会儿咳嗽吗？他呀，一下子添了两张嘴，这日子也真够他一呛。哎，哼，穆大爷，这可怜之人呐，他必有可恨之处。要人，他落到今儿这地步，怨谁呀？车你用，可是有一样啊，道上给我载着点，听见没有？载载载载载啊！他妈真奔驰我没开过，就您那仨轱辘奔驰我还少开了还、啊，哼！哎，嗯，买上去的，嘿，还是发小，副长，啊，赶明儿你那侄子。他要长大了不孝敬我呀，啊，算我没本事。他要敢不孝敬你，我他妈活比了他就。打住！你以后啊，少挤兑我两句，我就念弥陀佛了。是是是是。哎，什么玩意儿？说话呢？哎，你说你一大小伙子找人姑娘干嘛？我让他先回去给他忙熬粥去了。嘿，
没怎么着呢，就吐上了。行啊，志远，不，做上大买卖了，标20000。哎，找个买主，给你提成。得了吧，有这家伙你黑着点吧。我不是老板吗？咱们小时候都学过，资本家全是黑心肠。对，可是现在社会变了，不是像咱小时候老师教的那样了。可不是吗？哎，我说，嗯，我说你来，你来，帮我写个幌子贴出去，啊，写什么呀？就说小店儿资金周转不开，跳楼价出让艺术精品。你呀，是不是有病啊？这佛头刚炒起来，还没捂热呢就出手，怎么回事儿啊？什么急等着钱用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魏秀花家里的事儿？我这也纳闷了，我有这么高尚吗？我快快快写吧，我要不后悔了我。哎呦，有道呀。中间中间，哎，啊，来来来，志远，啊，这字儿你可别给我摘了，你屋里的东西没人买，有买这字儿的，跟他妈蜘蛛爬似的。比我强点有限，要不然我就录那书法协会了。你别说那绣花啊，人家虽然是农村出来的，可那小字写的倍儿秀气。哎，你呀，是不是现在看他哪儿都好啊？好什么呀？跟刚进门的后妈似的，没有他不想管的，没他不想要的。那你还帮人还钱？哎，啊，是不是跟人不老实了？让人抓着把柄了。你说一男一女啊，要住在一块儿，要没那心，还算男人吗？那，你就跟侯三学，娶了她得了。我娶她，一农村的村姑。不是，她怎么了？人大闺女。长得挺漂亮的，本事也比你大，不就是个农村户口吗？现在吃饭又不花粮票。哎，那天我还抓他手，麻烦半天呢。真的？开开心，我那是往回找吧，我花那点冤枉钱。你说我要和他结婚，那不让人笑话死我，还以为我这么个英俊小伙有什么生理毛病呢。你呀，真孙子！您哎，您再考虑考虑，您那件什么时候出手的时候，您给我打一招呼。好说好说，好吧。哎，哎，好嘞，再说。好嘞，好嘞，哎，再见啊！再见，哎，您回吧。来滴来当，来滴来滴当，来滴当来滴滴来当，来滴滴来滴当。绣花，
干什么来了？干活啊，绣花让我来的。这不是劳务市场，这是文物市场，在这儿干活那得有点文化。你什么文化程度啊？我初中毕业。嘿，哎呀，哎，王志远，你干啥呢？我说我开这么一店啊，就够傻的了，再来这么一傻乎乎的伙计，你说人老实点有啥不好啊？啊，现在可是商品社会，俗话说奸商奸商，你说这老实能做生意吗？啊，能经商吗？那小花，我走吧。你等等，我收拾一下东西，咱俩一块走。别家，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意思说啊，当今这社会，像这么老实人，确实难找。进去，进去吧。不进去了，小花，我走了。这人咋这样式呢？有我在，你怕啥呀？进来，怕啥？进来。跟我急了，还。你一点幽默感没有。哎呀，你这啥玩意儿，这老沉。哎，对了，我跟你说啊，晚上你就住这里边，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住在这儿顺便还能值个班啥的，看着店。嗯。哎，赶快把你这堆东西都给拿出来，一会儿就有活干了，快点的。我告诉你啊，在这儿干活可不能太实在了，遇着啥事儿啊多动动心眼儿，知道不？嗯。有人天生就是干活受累的命，我搁哪儿都给人干活。那也不能像你那样啊，整天的待着像个男人。嘿，哎，我这哥们儿跟他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说了好几遍了，我们是老乡。根据我以往的观察，怎么有点不像呢？那你看我们俩像啥呀？倒像一个地儿出来的表兄表妹。哎，我告诉你啊，这表兄表妹可不能谈恋爱，近亲结婚生出了孩子全是呆傻的。你才近亲结婚呢，我们不是表兄表妹，我们俩那也不能在我这小店里谈什么恋爱。本店实行的可是超级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一旦发现两个人谈恋爱，双双开除，明白了吗？王志远，我告诉你，他可是我请来的技术工人，不是你买来的奴隶啊。我这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也没什么错啊，这国家正提倡着呢。哎，小花，你脱了一下。这可是工作时间啊。来，你给看看这个。你的表妹不是有？她不是我表妹。我看像，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吗？人家找她来鉴定文物来了。是收钱不？她不少收，可一分不给我。哎。他这可是利用工作时间之便，利用我的场地之便，你说这合理吗？啊，哥们儿，你这不是真话，你这是仿品。哟，这不是真的。那些跟着都是你换来的吗？嗯。
你听见没？将来在店里要再收啥东西，你留心仔细看着点。那玩意儿我看了也不懂。傻瓜，懂不懂的你记住了样子呀，将来再碰到这样的东西咱自个儿好留下。哎，你咋刚上班就惦记着黑老板呢？你吵啥呀？我气人了还是变鬼了？那你别生气，你这人吧太机灵，我怕将来怕我将来把你给卖了。我听你的。还不来？啊！让你拉上杜宝哥，你还打辆车呀？别提了，姑奶奶，倒他妈血霉了我！哎呦！叫什么？你干啥打扮成这样？你演电视剧去了？快点，快点，把这堆烂木子从我车上卸去！这急什么呀？我给你钱又不是，你说就你那十块钱，我拉两趟活都出来了，要不是看你可怜。行，我谢啊，少说两句行不行啊？真是，哎呦，我回，我来吧。这哪个位置啊？我们店里新来的伙计。哎，行，好，兄弟，哥们儿管我叫三哥啊。嗯。哎，拉你这一趟活的时间，我拉两趟都出来了。真是，来，给，十块，行，轻点放。哎呦，容易吗？你说说啊，咱俩完事儿了。嗯，我这不看看，别落一块。落呀，我不要你这破玩意儿，准备你送回来。行，走。哎呦，轻着点儿。这是我那多宝格。这不是一堆破皮材吗？不是，他这个，我告诉你说啊，我可是花600块钱收上来的，谁愿出这事儿啊？我拢归才赚30块钱，打地花10块啊，你那修车摊上还搁上平板三轮呢，没100块钱我怎么的我也取不回来啊。这他妈赔本赚吆喝还他妈不落好，我招人惹谁了？这都是，哎，我说怎么着？哎呦，你自己出了事儿，你怨谁啊你？赶紧想个办法，看怎么办吧。这是红木活不是吗？啊，我多少我懂点儿。您就是买来了，您不是拆散了吗？重新装吗？不装结实了，不油漂亮了，你卖谁去啊？装啊，说的容易，你给我装成原来样，我看看，啊。不就是损的活吗？工队母插进去夯结实了，蒙谁呀？原来在建筑公司的时候我干的就是木工，这活我能帮上忙。有你啥事儿啊？老哥，你懂这损子活？那当然了。哎，我说，哎，我可没钱啊，我搭点手艺搭点功夫我就认了，够倒霉的了，这就行，那就拜托了啊。这拿着。我能亏了你吗？是。老叔、歇会儿赶紧给我搬店里去啊。哎，行，立马给我装上。行，请好，这小夹板算是套上了。说什么？不是，哎，我这把活干好了得。哎，我说啊，这油工活行吗？擦大漆。行是行，得单算的。哦，对，那个，啊，啊，哎，侯三，啊，拿着绳子把这木头都给我捆好了，别丢一件啊，真丢了一件，你到时候赔都赔不起，听见没？嘿，你小妖精，你是要成精了？你是要？人世处，性本善。
小时候，我的妈关怀地常对我说，吃饭时吃多了就要上火，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爱我。那时候家里穷，我老是很饿，这儿拿过一份那样一点呀。长大了，我才知道这才是真的爱我。这世界充满了各种诱惑，好吃的东西并不都有营养，一点月也长着罪恶的金苹果。实在太多，买股票买房子还有汽车，欲望将自己人总是寒饿，吃多了要上火怎么了得。